仇者联盟三全球票房截至五月头上映四日已经突破8亿美元了，大家都以为它票房在每一个国家都排第一的时候，偏偏在日本它只是屈居第二。因为日本人喜爱本土创作，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在日本票房排第一。因为日本人以观看人次做计算，和普通用票房收入计算不同，所以在刚刚过去的周末，柯南仔有45.3万人次入场，而复仇者三只有43.7万，屈居票房第二。本土人支持本土电影，我们香港人都要学一下了。